据说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子枫。一点爱情最大的感受是？开心，但也挺难的，就会有点累，因为是一部要谈恋爱的剧，还有就是他的性格跟我本人不太像，所以就还蛮辛苦的拍的。就是大屏幕的那个数学天才。同学，同学，来路不善，鉴定吗？杀杀。挺大的，原来就是那种也很文静的那种高冷男神范儿。合作完就觉得说话有，就是私底下会有东北味儿，然后特别接地气，特别老干过，然后特别的随意，就这种感觉。那我在带走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是？我记得有场骑车的戏，是那个我哥仔载我的戏，然后就因为那一场戏，我们大概那一个镜头，我们大概拍了得有30多遍吧。一点都不夸张，就真的是，就是我哥骑上坡，再骑下来，然后回去，然后再骑一遍，骑上坡，再骑下来，就，然后就后来俩人就已经麻木了，在旁边看月亮，说，哎，今天的月亮真圆呢。那你报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哥来了。没啥，没啥，他，我哥挺好的，没啥可报的。那下次我再跟他合作，尽量有什么关系？我演他姐姐。那你之后最想尝试和最不想尝试的角色分别？最不想尝试的。就别演跟我之前演过的就行了，特别想尝试的就演跟我不一样的就行了。正常人，普通人。那最后最叛逆的事？没啥叛逆的事情，我觉得。那讲到实力，你和邵氏今天选哪个？都想学。那如果兄弟觉得黄立昌比较得意，你先选谁？自己游去吧，我都不教。这俩人应该都会游泳吧？不会游泳的就是他们的问题了。反正我会游泳。那你生活中遇到什么事会让你抓狂？我身边的人抓狂，我不怕事情让我抓狂，怕旁边的人就是很急躁。那你刚才练的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是在找曲子，我觉得，但有时候不能练特别多，弹多了手会毛了，就反而摁不准了。关于想考大学有目标吗？嗯，还没有。你毕业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很少自拍了。那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快乐源泉。快乐也不是说不开心，就是没有那种快乐源泉啊。那你今年生日愿望是？没愿望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就是网友一直说你是斜眼最高的演员，然后会不会担心就是被同年龄的演员超越？因为九五后小花也是很多。因为这个大家都首先都很努力，这是其次，然后呢就是怎么讲呢，每个人在自己演戏啊，但我只单方面只演戏啊，我不指其他方面，演戏上面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，而且有的真的是我自己本人也会很欣赏的。网上对你造型的问题一直都是关心挺多的，你有关注吗？有啊，怎么会关注不到呢？就尽量慢慢来吧，我觉得反正也才活了16年，快17年了。对啊，也才这么几年，慢慢以后路还长着呢嘛，就不断先试试吧，找找适合自己的再说。有什么问题想问粉丝吗？哦，快歌要上了，你们去看电影好吗？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哥哥这种生物呢？跟你分享一个做哥的诀窍，看见什么都抢。这么优秀的哥哥，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了。A 坐在床上，拿起电话拨通，然后挂掉，然后躺下睡觉。这个无言电话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打电话的时候是晚上吗？是。A 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他的年纪和我相仿吗？他和他打电话的那个人认识吗？是家人吗？他躺下是因为他困了吗？是。是接听了吗？他是。是。就是有打一段电话。是。是不是他拨通是因为有事情要说吗？是。他是请自愿打电话的吗？是。他是秒睡吗？我问完了。他的答案是？是啥呀？A 在旅馆里，隔壁的人正在打鼾，于是他拨通对方号码，听到对方不再打鼾后，欣然睡下。赢了。你这房子隔音好差呀。我家就不会这样。打
这个嘴不热了。我捂住嘴巴不让自己笑出，我只能单手捂着嘴。这不科学。